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真挚啊，真挚，请大家跟我做会归三步啊，下列尊严 我地主妙音，施将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脚顶尊；皈依檀摩，二腰顶尊；皈依正客，四脚顶尊。阿舍利尊念我地主妙音，施将今日。 乃至明尊皈依佛陀，两教中尊皈依檀摩，二教中尊皈依正教，诸教中尊。阿舍利尊念我地主妙音，师长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，两教中尊皈依檀摩。 二月中旬，为于正刻主将中旬。请看大经合注：第九百二十六页，九百二十六页，倒上第四行看起。啊，这是科题，优化四教。 加看经文，有步三界，无数挂碍，皆是正道，多迷多障，只有四故。我伫即地高多咱，来生来成就家己。 成就家诶目的何在？是要教化众生，这著是阮诶事业啊！啊，在所有诶法门当中，最稀有、最基底诶法门。 如果有信愿持名，往生净土啊！所以经上啊，一再有讲到，念六句疏，拢甲咱讲明白，讲清楚了。 这一话的佛法来面，确确实实，实实看摩尼佛，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这是讲在咱这地球上，但红世界有真在福报啊，比咱较大，寿命比咱较长呢。 那、啊、但是呢，第时间一生当中成就，尤其是做作五业十恶，遮严重诶罪过，临终伊一口考啊未断，只好真正忏悔，又不再做。 信愿之名，有完的往生啊！阿弥陀佛来接你。这个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啊！哪有这好大事情呢！这个啊，显示出来阿弥陀佛的慈悲。 大教结束咯！啊，佛确实有这能力，咱是按怎会当往生，会去做佛？根本的原因，咱来知影。为什么呢？知影你就有信心，你就袂怀疑咯。 每一个众生本来是佛啦，本来是佛、啊，拄着阿弥陀佛帮助，真紧诶去做佛，有可能啊。如果你本来毋是佛，迄就困难咯。有本来毋是佛诶无无啊，找无一个啊。 那讲人啊，本来啊著、就是荤啊，有情众生动物，嘛是本来是荤啊。伊比咱味较深，伊做诶作业比咱较重，去特性都去咯，归途嘛是本来是荤。 甚至是地格多，无间地格，也个是本来是血。安尼个个看，就物花草、山河大地，都一项毋是讲本来是血呢？啊你若，你那我讲，讲即个话，你是根据什么讲呢？ 我也是根据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我根据《六祖坛经》顶面讲的，坛经讲咱也是最亲切。林代书记，中国人，唐朝时阵的人，你开悟时阵，根据伊最后一句话。 伊对林黑象的报告，尾后一句：何其诸生，人生万化，万化是整个宇宙，咱今仔讲即个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包括山河大地，对对来，诸生是啊，诸生都是分啦。 阿那乃唔是佛呢？啊，当年是佛咯，本来是佛，现在阿弥陀佛帮助人去做佛，要有甚么怀疑呢？这才知影，对于这类人的信心，那未个再怀疑咯？斗有讲过修行。 上惊的就是半信半疑，啊，这个决心，所以未成就。真正下决心，一心一意,意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咯。这个愿叫做七愿呐。会当往生未，才有善缘之有无相信。 真正有极乐世界，未怀疑，相信真正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确实有能力来帮助咱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。 那成佛，你到极乐世界时准，拄啊阿诶，到底着阿弥陀佛四十八关诶，加持啊！你是凡夫，连初果都无成就啊！ 你调阿弥陀佛本观啊，威神的加持，你的智慧啊、神通啊、道力啊，几乎和阿弥陀佛是相等的、啊。这是十方世界无对治，只有极乐世界特殊啊。 阿弥陀佛的观呐、啊，真大，愿力太大咯，帮助咱成就。啊，咱成就了后，才有能力甲伊共款。啊，只有得到阿弥陀加持，你就能力如无三界。 不说挂碍啊！三界是色界、魔力、福的教化、苦、血。这个啊，三千大千世界，那、啊、这里面有欲界，有色界，有无色界。 这三界啊，啊，甲即阵富诶教区、拢业金咯、包括金咯，不如能力啊，教化即个地区诶众生，难能成教给世界，嘛甲富共款，有即个能力教化众生啊，帮助众生。 开始正道，多弥陀家，那有能力为着众生开著是的五门开，甲介些我们怕亏，怕亏了，伊无一定认识，所以才会实现事实知识，帮助伊认识。 正道是生活之道啊！啊，咱今仔日对根本顶面，看到了是下末的好的开始，真心不易啊！ 那就得咯。若哪有怀疑咧，半信半疑咧，遐也是未多假啦。只要啊，你真正相信，丝毫怀疑都无无，完全接受，即句符号，那李风明、像海贤老和尚共款咧。

了了九十二年啊，伊一百十二岁往生诶。啊，人听着真欢喜啊，毋过是搁怀疑啊！啊，伊念九十二年往生，啊，我若有遐尼长诶寿命、啊？敢会用呢？ 诶，會咱用力，难往生，个人都毋免遐长诶时间，伊活遐做岁，那现在明白咯，寿命毋是家己有，伊诶寿命延长，阿弥陀佛帮助伊延长诶啊，毋是本来命运啦。

当前时阵的人，伊根据啊，根据无用受惊，建立念佛的道场，这是净头中操作。那、啊、往生的时阵，七十二岁，四拜啊，看着佛。 还先后修念佛，九十二年，肯定超过十拜啊！昨夜，俄罗斯一个阿弥陀佛真香啊！老早就应该安心咯。我估计是的，二十五后以后。 伊著会当往生咯，因为是阿弥陀教大呀，赞叹伊是一个修行人诶好模样，伊叫往生啊！阿弥陀甲伊讲，你修甲真好。 结足几年啊！甲学会诶，人做一好朋友，特别是甲求往生诶，人做一个好朋友,好朋友啊，所以是有输命来诶。啊，朋友做甲抑无够圆满啦，阿弥陀佛接未起啊！ 够晚晚咯，呼得喘气啊！难看到伊临走潇洒自在啊，什么挂碍都拢无啊！真正都是咱的好朋友，伊会做会到，人人拢嘛做会到啊！ 问题就是讲你肯唔肯做，你是心愿意用心，若愿意用心，无一个做袂到的。伊具备什么条件，就是深信不疑啊。那信老师的话，老师传里即句话，就一定念落去。 你是念暗时嘛念，关机咯，对，停落来，把酒杯开，葡萄酒刷落去，无灯、哦、啊，工作未妨碍，但伊出机先。 人你一般讲，是因内面出书,书慢慢做个，为什么拢未响的啊？只会晓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伊是拢付出心的啊。对细汉的咧助残，所以出去了后。 一开荒，种农作物啦，这一、个、来行，即、这个工作，种稻米，种瓜子，种青菜，未妨还念佛啦。心态啊，活好无长，工作嘛未停。 啊，做一世人做了九十二年啊！王兴迄讲，伊也是暗时走诶。汝是一天无休困，照常工作，无人知影伊会走。伊是甲逐个讲，我伫别来走咯，无讲日期。 真侪人拢咧等抬着老和尚啊，甲阮讲什么时阵，阮逐个会去家助念。老和尚讲：助念袂可哩啊，我毋免人助念，我家己念安心。伊讲教，伊真正做教。 一刚在菜园内面工作落来，到日头啊落山啦。即系都有人讲啊，那块树天特别暗咯。你当收工，啊，伊回答讲特别好咯。我特别做完咯，做完我就免去做咯。 这个啊，话中有话，无人听会出来。迄暗嘛，伊都走去咯。半暝走的，无人知影。第二天透早，请老和尚食早顿门煞开，已经去咯。偌潇洒。 咱下晡哥到底咧讲话，欢欢喜喜呀！你看老人走去了，伊去到西方叫做世界，甲阿弥陀佛约定咧，何吉个时阵来接应你？啊，虾米时阵接应？我无讲，何吉甲伊讲。 你看了这本书，这本书叫做发行《六耀护法经》，还有《精战经》。看了这本书的时，准阿弥陀佛来接你啊！所以大家在等。伫咱想象当中，看老和尚的人啊，真多。上主可以啊，可能是无啊？为什么？ 逐个拢知影讲，老和尚都毋捌字啊，无读书啊，以生毋捌念过一部经，毋捌听过一拜讲演，著、就是老老实实的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啦，念起极乐世界去咯。即本书啊，伊打工啊。 罗马咧，五万，伊嘛无讲。二零一三年大准一年，伊月，真正有一个信徒，甲伊嘛真熟，定定去见面。诶，带一本书去看伊。啊。伊看到伊早租来，伊就问伊讲：，这是什么 即个地主啊，著家伊讲啊，即本书是叫做《了阿福克兴唯有精战经》，然后伊就一个听，非常欢喜，因走去房间，伊心爱的衣袍拢个穿起来，然后出来摕着即本书，叫人家伊翕相，相片翕好咯。 第三天，啊，伊就走去了。啊，所以我咧想讲，这个上主可伊看这个人，不应该啊！你若可伊看袂着这本书，老和尚今仔日又搁在世啊，无人知影啦。 咱聊只小火呀、啊？为什么早即本书火影呢？伊若看无着即本书，伊就一直伫即个世间，甲逐个标范啦，做好模样？老和尚确确实实有神通，有智慧，大彻大悟。 明心见性，第二从初宗的内面啦，然后功夫到家，利益心不乱啦、啊，甲心中代替代我明心见性是共一个等级，甲六祖慧能大师共一个顶级。那、啊、所以，什么问题？不经常的问题，世间的问题。 因为咱解决，你去伊请教，伊拢会甲你讲，拢通咯。即才会得到大主宰，开始正道多味大食。咱看连肉自盖。 为所欲，无魔心化，上体性空，故为游波。这解释有波这两字，那金行大师已讲了：天上人间，为何独尊？故。 有破三界，化之充念，个无所枯碍，无障碍啊！啊，悉伽摩尼佛以教怀故乡呢，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 为什么讲三千？是，里啊，即内底啊是有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。但是世界是伊，咱今仔日讲的银河，银河是。 一个太阳带着一群星星，独立成立一个星系。这个星系上盖水，太阳晒到什么？太阳晒温和转了、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叫做小世界，几千个单位世界啊。 叫做啊小千世界啊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做一个啊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做一个大千世界。一尊佛教区，这个世界这么大，咱无办法想象。原来你科学进步，哥进步，抑有看着大千无。 无看着啊！现在看着只是看着啊，阮河黑，阮河黑过，许倒一个大青黑无发现，无看着。世界遮尔大，这是咧讲时间，三十年为一世。 所以，世是三个集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就是啊。十方是空间，三世十方合起来叫做世界。 咱今来讲时间、空间，这是一尊佛的教区，亲像即款的大千世界，伫啊宇宙内底，无量无数啊，无办法通算的啊。每一只大千世界拢有一尊佛。 伫迄边的教化众生，咱这个大千世界实现阿弥陀佛三界啊有欲界，有色界，有无色界，这是的功德多轮回是大千世界来对最衰 单位，佛陀是教主啊！你来这个世界来从什物，都是来度迷度食，帮助众生。 他离三界，他离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,回太苦了。啊，咱今那里拄着这个境、这个、外状况。 是一个多点运送，但是科技发达，那工时、有伦理道德。科技发达是一件好事。 都可能真侪便利，但是真不行。咱处理这个时间，最意详细去观察地球上这下人，男女老少，伊是咧想什么，伊也讲的是什么，伊做的是什么。 文理无咯，道德嘛无咯，拢嘛是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，拢是损人利己。啊，噶追求有梦。 追求物质享受作为伊一生的目标，错了。中国自古以来做人做人是无容易啊！爱做新款人，做圣人，做贤人。中国五千年诶教育、甲伦理、甲道德、甲因果。 那、啊、叫做圣贤教育，读做恶做人，恶做圣人，恶做贤人，恶做君子，至少都是君子。君子循规蹈矩，啊，著、就是咱底下咧讲诶最佳很多伊甲地主规、甲命片、实现药。 全部拢落失咯，变做野生活，变做野思维，这是人间的恶人啊！伊会害人，伊会欺骗人，伊有这民族的心，有怜悯心。 也帮助苦难众生。现在世界无同咯，现在啊，世界乱咯，人心歹咯，大家拢知影，歹到甚物程度，歹到袂当阁再歹咯，你麻烦真大咯。 呀，佮、啊、加着即、这个科学诶，即个武器啊，想要发动战争，想拍战诶，人有，唔是无啊，而且大家拢知影。 未来诶，阁一摆世界大战是核武战争啊！核武战争，外国专家学者有讲，这是地球上人类为想武器以发动这个集体自杀，核武战争无胜负诶。 东归有金，世界上竟然有这功能啊，有这梦想，地球毁灭了、啊，人都死了细了，这发动战争的人，又去多会去无间地狱啊。 即系地界嘅内对，唔知喺度系何年何月，而即系能出头啊？还是真正可怜啊，所以天堂有路力唔去啊，地界无门啊，偏偏要向内面去扔力去。太人一定会对地界。 我相信一点，袂怀疑。十年前，我看着两个碟片，深圳那边东修送来互我，唐太宗、附体。伊对木干地个啊，足不容易。 先前做了一点善书，这个好帮助伊。各你这个啊，做什么好书呢？军事、医药，这本现在流通真快，中国外国拢会看到。这本组队都会来，动太中边的。 伊夏令边呢？伊二十七岁做皇帝啊，用什么来立功呢？所调集这些大神，有学问、有道德、有修养呢？请这些人偏一套书互伊看。 对于三皇五帝，到解头前的这个、这个朝代，个性先贤，家人修身、这家治国、平天下，这个教训在这个柱顶面隆重抄出来，给伊看。 所以这本书价值太悬了。咱若是想要伫即个一生一条幸福快乐诶一生呢？人生啊，即本书会当帮助你。咱若想讲买家庭幸福、家庭和睦，即本书来当帮助你。 咱想要事业顺利成长，无论多只行业，社会安定、国家富强、天下太平，即本书拢总会能帮助你去做到。不啊，即本书啊，今仔日地球诶需要，咱甲即本书找着咯。 用三年外时间去找找掉了，找掉了后，咱都介伊呀，红印，伊娘一万土。我本来唔知影，我只知影讲，唐太宗有这本书。 我冇看到，四个月探听无人知影，我伫咧江筋诶时阵有讲到，两三个月了后，竟然有人寄进两个包裹互我，拍开一个看，哎哟，两套呢！我看到啊，非常欢喜啊！ 交好世界数局，甲块印一万套。即、這个一万套印出来咯，用台商闻做一个样本，寄来互我看。我看了后非常欢喜啊！迄、那个时阵我伫澳洲。 我伫咧看样本的时阵，有七八个人。这个时阵啊，毛林书的小妹嘛在场。忽然间跪落来，伊家己讲：，我是李世民。我讲唐太宗来了，后退来了。我请伊坐，伊毋敢坐啊，跪伫土卡。 感、啊、我讲我对你也、啊、都无做什么忤逆个代志，伊就讲军书抵要，我明白了，因为我印这版本军书抵要所以才离开地家。伊甲我讲，伊就不敢地家。而个以前大概半年。 我看到深圳送来的这碟片，《唐太宗附体》，透真侪信息，伊啊对木干地甲，为什么对地甲杀人太太侪了？啊，夜警官是用武力，得对住伊啊。 啊！隋炀帝晚年腐败，各路英雄起义，甲伊啊推翻。唐太宗平定这下帮派啊，最后胜利是归依，伊建了大唐帝国。啊！所以我拄着这代志，我就相信。 真正附体，毋是假啊，是真诶。啊，林书因小妹绝对做袂出来，迄个毋是讲伊会当表演出来，即、這个啊，我是啊，是毋捌看着，抑、啊、过有六七个即个证人，我啊才相信鬼神。 物体托亡，唔是计是真咧。啊，唐太宗带偌济人咧，对无间地界啊，那是只佛主，永远都袂当出来。啊，现在要发动战争，要用羡慕啊。 咱就会想讲，也真到伫到位，伫不开地岗。虾米性会能出来，遥遥无期啊？为什么？你太人太醉啊？太残酷了！好好天堂，堂你毋去啊，偏偏要落去地啊 无至到结束了。啊，我真可惜，因为唐太宗附体来甲我讲即个代志，时间太短了，才无十分钟，讲完伊著走去了。 伊甲我讲，即部书会当救中国，会当救全世界。我真感谢伊。救中国，我是知影，我是来做这代志的。救全世界我，我毋捌想着。伊啊，既然讲会当救全世界，所以我就做即本书，啊要翻做白话文，对白话文翻做外国嘅文字。 今卖咱流通的有八种文字，即、这个世界上有偌侪种语言，偌侪种文字，拢总希望拢有译本。君主持有这译本，啊，你唐太宗的愿望就达够了，我的愿望也嘛达够了。 啊，所以佛没讲话，大千世界，一切众生啊，所以有八三界、无所挂碍，那边挂家。 爱是自己，爱是障爱，只是停止，无办法前进。要挂爱，各类总本做科学，这个版本冇讲。 国礼大藏经是非常好的这个版本。国礼就是啊，今那个韩国，伊家咱关系啊是真亲，因为韩国甲中国咧，是隔一抓压力钢啊，所以伊比日本方便。甲咱往来啊有三千年的历史。 日本、越南、甲中国有两千五百年历史，也都是讲日本、甲越南、甲咱都是两千五百年。韩国、甲咱是三千年。唐宋币破书讲过真侪摆，即是啊，东方传统文化。 东方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国，这三个是卫星，伊因家己无文化，总是学中国的文化，所以讲，这四个国家若是联合起来，著会救全世界。伊讲得无错啊，讲啊真好啊！这四个国家：苏、东、文。 且同款啊！日常生活当中，多量形是共款诶，文理共款，所以因一直到即个清朝末年，无家己文字，抑是啊，用中国汉字，用中国诶文言文。 啊，所以即三个国家，咱旅行去迄边，伫古早时阵言语未通，写字拢嘛无问题啊，拢会当啊彼此来、啊、交换意见啊。啊，古井呀。 经行会所，资本呢？该本枯该啊，拢嘛用即两字，行行所闻无所枯该，著是咱即地伫咧讲诶啊，无所挂碍、就是。以上会所甲经行，乃是啊专著互编说。 来专就唯一利息，唯一是空净诶，即本啦、啊。三国时阵魏国，魏国孔净开法师翻译诶，即本，咱甲叫做唯一，唯一都是咱即地即个无所挂碍啊。啊 金屑绘本，现在咱用的都是绘积本。只用功业发菩提心，念佛得生之林，生佛微神，优化三界经文，为念经超过应那由他必，必千复刹，有文。 随意修习无不圆满；个人无数啊，挂碍呀。那么，你这段话讲得非常好啊，对咱是啊，非常好的鼓励。咱啊，应当多爱啊，发菩提心，爱发大菩提心。 大菩提心都是爱发造福的心，他都会造福，他进入世界就造福了。所以念佛得心，念佛得心净土，进入世界啊都成佛啦。到底进入世界，虽然讲毋是真正成佛，但是你的智慧、神通、独立。 会会当做教，立马会当做教。啊，即、这个能力是阿弥陀佛微神加持的，毋是你家己修来的。呀、啊，加持甲修行咧，实在讲拢嘛是共款，起作用的时阵完全拢共款。修行诶，是伫记录世界，慢慢去修。 关键要想要渡这的苦难众生，啊！你立刻对等啊，办会到啊，毋免讲等太迟。叫做世界生活了后，毋免啦。到底叫做世界，力图这能、个、力，这个是真诶啊，这个毋是假啊。啊，随性好，微信优化三界啊。 经内面诶即句话是讲即个主宰偌久诶时间一念，起心动念，动即念头，对超过亦那由他，不迁不迁。大概如佛如来会做教诶，你嘛是做会教。 这个境界，阿罗汉做为到，辟支佛做为教，观教菩萨做为教，这个都爱弘扬经上的发心大士，才做一到。这个就说明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 这没翻译太多了，一个教给了世界智慧、神通、独立独家佛差不多，那都近乎差不多，跟阿弥陀佛差不多，因为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呀、啊，有文。 随意修息，无不圆满呐。地球世界有分啦、啊，你想要学什么，拢会成就。你想圆满成就，啊，咱即边想要学。 你讲现在，现在想要学花言，无人教咯。想要学天台发花经，嘛无人教咯。啊，就连包括净土，会讲清楚、讲明白的人，嘛无罪啊。 伊伫本介是袂少，伊诶目标是毋是往生，毋是往生。伊目标是要现前得到利益，什么利益？名闻利用啊，遮么多数啊，未办事情法门。 都是咧无想要学，要去都位去学咧，现仔是地球上就要老师咯。但是有办法，真正念佛、往生极乐世界，教极乐世界，毋止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也拢总拢嘛会当去得到。 为什么？阿弥陀佛会咖喱啊，是不是诸佛会咖喱啊。你听，学了较轻松，学了会快乐，没用偌济时间，你拢会完完完完了，这个难得啊。 下面讲了，王姓之灵，悠闲十方，宣是弥陀一生万海，让你风明万顿妙法，因密度以弥陀之灵归向极乐，这个也不得了了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这个经文都要多念几遍啊！ 爱记着真话，一例无一里是妄语，完全接受，伊教风行。啊，到极乐世界都能力开始正道多比多家，做会教诶啊，去看下面这段。 言传沟通啊，即个爱知影，生活伫咱现代即个时代，会较容易体会。啊，一百年前都较恶体会，两百年前就更较无容易体会。 为什么？迄、那个时的社会安定和谐？咱看下经文，辗转苦痛。看下经文啊，六祖东渡，十方人民迎结以来。 这个用剑是无良剑吗？点转我都，我都无不包括天都啊，林修楼各家地甲五鬼争先，是值得来对流转呢、啊？ 一句话啊，太可怕了！也唔是用年你嘅力来算嘅，应劫啊，无量劫啊！啊，咱也袂当伫即个一生当中，重新叫做世界，咱就爱啊，无量劫嘅即个颠转啊，伫即个恶道啊！ 五鬼、重仙、地甲、修罗、妖灵道、天道是无分的，有可不算。 只是苦痛，路也苦痛，变计苦痛，世界苦痛，恶行不正，无可落脚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现实人生啊！那现在完全感受到了。 咱看念的主，连落去注解，这段经文前半段如将，都、就是个大众讲，断开念佛，重要啊,啊！后半段，可能大家依靠。第一 修仙，那前、啊、半段到有苦不觉，后半段心事苦痛，落叶苦痛，病疾苦痛，世界苦痛，恶草不精，如可落脚。人间有甚通好挂念的呢？ 我讲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咱看自解啊，六祖是啊，现在你讲呀，入定，恁大家啊。咱用白话文来讲，恁大家应该爱怎样？ 啊应，阴间、间、急救院，无比之当时，这个剑，佛经内底有真侪种讲法，大家听听听讲诶。正间剑佛甲咱讲？ 人诶寿命，上、啊、长诶八万四千岁，上短诶是十岁。咱今仔是第一个减减，著、就是先看末了出世迄个时阵，人寿平均差不多是一百岁，一百年减一岁。 是看摩尼佛的离开难呐，两千五百万年著算两千五百年，哎，著是二十五岁，减二十五岁，一百岁减二十五岁，七十五岁，即现在人的寿命啊，每一百年减减一岁，减个十岁。 这个对十岁，每一百年又加一岁，加到八万四千岁，这一增一减，叫做一个小劫；二十个小劫，叫做一个中劫；四个中劫，叫做一个大劫。即、这个劫啊，都、就是啊，长时间，这偌可怕呢？ 永劫咧，现在即边咧讲的这永劫，即是永久之永久啊，永久无极呀、啊，无极限诶啊，五度点转啊，五度。 有可不转啦！五刀都是头前所讲的，玄阶五，五处，五处中级五处，五处都是五刀。下面讲了，连。 人、天、鬼个地方，经文上那是讲，这里是包括这个天是无量多，伊啊，即地即阿修罗母兼即阿修罗天呐，阿修罗,这阿修罗,阿修罗人、鬼、众生个地方。 也叫做绿道。古会说如走不转即归故，以为永劫以来水地多福，无量教告今阿咱拄度掉即个福，唔知识下魔尼福一个，也都咧未少啊。 我大心，正道修行咱成就，故常物常流转，乃至今日未出生死呀。即话是真话，毋是假话，咱确确实实。 一去，无量劫中，生生世世拄着真正做即、这个时间是无办算诶啊！抑毋过拄着福，嘛，拢扛过去。大菩提心嘛，发不出来，真修行是做未到。 所以无成就啊！今仔日的行运是拄到异行道，是拄着伊行道，迄著是佛所上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拄一个法门，咱拢嘛无办法成就。为虾米？举个比如来讲，你。 想要成就初果位，就成初果，这入门啊。那初果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心见婆落，未接着这个心是我啦。知下心毋是我。 无善见咯，即项代志啊，不用易。无？身体是什咪呢？像衫共款，是我所有诶，毋是我啊，三是我所有。若说我讲话真靓。 这肉体是我所有，派去时阵，阁淘汰，阁换一个啊，都、就是这个艺术啊。淘汰家己袂当做主，啥人做主？也不咧做主啊！业心仙，业啊仙，业仙，三千多啊！啊，三千多啊！啊，拿公司。啊 念头啊不先，言语不先，动作不先，啊都什么都去咯，啊，咱真正冷静来思维观察啦，然后都知影咯，无论叫到今仔日伫六道内底，咱那肯定是三恶道诶，时间较长，三善道诶，时间短啊。 为什么对湿气都会让看到恶的湿气比善的湿气较重？这是、个、明显的证实。让过去生长，离沙漠对的时间较长，山前对的时间短啊。所以。 教育重要啊！一百年前诶外国人，虽然欺负中国，伤害中国，因对于中国人，无就未欢喜诶。咱看。 如果所会回忆你就知影了。伊讲的唔是机话，为什么佮意中国人？中国人善良，中国人老实，中国人袂骗人，中国人袂害人，所以伊从佮意的就是佮中国人做朋友。 为什么？我所以时代，一在说，我嘛出事了。我是一九二七年出事，我当年的时阵啊会记得，我们都还在装卡。 真看内面的风气真好人人，人甲人拢会相敬，互相敬爱。见面拢会笑著问，囡仔拢买乖乖倚咧边呀？看着人啊，拢嘛是真有礼貌，迄且咩对细汉教出来诶、啊，啥人教。 毋是学好，是爸母教呀。社会上看的榜样。伊出门看到大人，拢是安尼，自自连连都偶像你了。真买，如果说那是活到今仔日，伊大概也毋敢讲即句话。为什物？现在中国人慢慢变成外国人咯。 甲外国人恶嘛，去外国真方便，交通便捷，观国旅游，看到外国人，拢嘛讲中国人老好人啊！我你食亏，这怣人，骗人诶，欺负人，拢恶向呢。中国人慢慢伫中国消失咯，这是啊大代志。 东太宗咱讨的消息，那边用意咱拢知样？也是免得咱爱努力。这本书会当啊救中国，这本书啊会当救我的家庭，这本书啊会当救我的事业，这本书。這 会当叫我本人，我也有一项代要做。是这、嗯啊、本书无完整，只有一半。对伊迄代，伊迄代物件都无写入去，啊、所以后面，本书底下后面。 欠即个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清，即、这个、人的交代不伫内底。即、这个、人的交代资料伫倒位呢？伫四库全书内底。军事长有功，顶半部伊写出来，下半部伊都无看着啊。现在咱要做的工作，要安怎？ 甲这个下半波甲完成，顶半波五十关，五十万里。下半波那么定这个标准，五十关，五十万里，将来合起来著是啊一百关，一百万里。他啊，中国传统文化。 学中国诶。伦理有德，这一百贯书都有够咯。你读这一百贯，等于甲中国四库全书精华全部拢读着咯。即、这个使命啊，都爱咱来做，做即个代志代书。 非常有意义。你看動中《动态中夏令篇》这本书，地家都会当出来。啊，咱若是讲甲这部书做出来了后呢，都未去对地家，去到位咧？去天堂咯。啊，至少嘛是要改天啦、啊，咱定讲都立天呢、啊，都天子中国人甲称作叫皇大地。 啊，度立天的一江，是咱人间一百年。我听讲的人甲我讲，孔老夫子诶度离天，啊，孔老夫子去度离天，人间一百年著是也一江，伊去还偌久了，一个月万年年啦，天上一个月。 要较未到诶，二十五公年，著是咱诶两千五百年啊！啊，天诶寿命偌长，伊迄个所在一千岁，嘛是一年三百六十公就安尼算，即、這个寿命著真长咯！啊，即是天比较较低。 个向上去色界天，无色界天啊，寿命著骨较长咯。啊，虚空天内面诶，寿命八万大劫啊，啊，寿命长是福报啊。 呀，咱、啊、看，继续来看这里、个，注解。永劫以来，随地多福，发大心，信道修行难成就，果常无常流转。 乃至今日，未出生死，无超出六道轮回。啊，这句我常常会记哩。故常所以，地火之人，像多劫定轮生死，犹可不绝；劫灭的福者，更有古焉。古文。 十方人民，从革命以来，连转有五道之中，相对于三岛之内，只皆可痛啊！没有绝技，达句都嘛是实话，无一句话是咧骗人的，这些就是诸法实相。 要到轮回内面的真相，那咱适当来讲呢，情情世世拄着佛法，无认真咧做啊，应该亲像现在同款半信半疑啊，世间。 在真爱、欲望、贪婪的心也有，无放下，所以佛讲的这个心见、边见、边见若是对立。 啊、另外呢，见处盖处，见处是故，盖处也是因，啊，就是善恶的因，善恶的果报，常常在啊、以点点的地立啊。最后一个下见啊，对 有到人生啊，真侪想法看法错了，叫下贱啊，错了。啊，咱是毋是当甲心健放下呢？讲老实话，心健放下，人著袂破病啊，著无病苦啊。为什么你有病苦？ 因为你感觉这是我的心啊，这不是我的心，甲我无相干。衫不是我的心，伊安怎拉圾我无所谓，会当穿得较单调，会当穿水清气则过来穿。没听没将啊！新建破了的人著、就是没听没将。 哎呀，这著自在啊，心自在，无边界。简单讲一句话，伊即个一生，决定是袂甲人对立，甲事对立，甲万物对立，无对立诶。啊，无对立是什么境界咧？一体啊！ 天地万我同根，万物万我一体。啊，即、这个内面对是慈悲，对生爱心。啊，一当爱天地万物，即、这个爱是对祖先内底流出来，心性诶爱，心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即种爱。 而生出来，但无这个心未发心去度众生，也有这个心，伊会去度众生。看着众生苦，要帮助离苦得乐，丰富教化，你来世间来做这个大志啊 啊！安尼讲伊伫佛家无拄着佛，竟有鬼烟，比咱诶苦，超过足多啊。古文呢是方林民永劫以来，连转入五度之中，相对三度之内，即个苦痛。 不要绝期，下面的功劳该生老病死关节苦痛啊，请深刻无乐，反复言不自心，恶草不精，何可爱乐啊？该为公婆咯。 经常都是安尼，反悔心，是也不心，也不心，总是恶罪先就。安、啊、尼起心动念，恶念罪过先念。啊，咱的言论，嘛是。 恶言最忌生言，做作嘛是安尼啊！所以咱你姑婆自自连连都、就是靠醉落酒啊！恶家挑恶，凶恶抄家。 南无是气味，不净是无清气。关乎三昧海经曰：自见己心，三十六物恶罗不净。关乎三昧海经，就来对讲：「不菩萨。 因看家己诶身上，即、這、内、個、面，外面皮肤内面有骨骼，有浊中劣乎，无一项是清气诶，啊，所以拢嘛是，互人看起来真讨厌，无清气啊。 大论、大地图论内面，讲出五种不净，十二论为七种不净：第一个，精气不干净；第二个，手性不净；第三个，住处不净；第四个，习啖吃物件无干净；第五，粗心出世；第六个，具体；第七个，究竟七种不净，全拢啊包括了。 各有主心，以及他心，是无可乐之处，顺可无乐，應理应验理。呀。啊，咱知影这是真的啊，毋是假的。啊，有几个人会当甲即个啊事实真相看好清楚呢？ 看清楚诶人则肯放下，放不开诶人就是看不清楚。啊咱现在知影咯，小行、书得完，看破了，也放下心间，放下边界。啊，放下边界就是咱俗语咧讲，这一生当中。 袂甲任何人事物对立，啊，不对立啊，都、就是父母相处咯。你大自在啊，对立来结缘、结修缘啦，完全相报无完无了，我啊袂甲人对立。 伊跟我对立没要紧啦，伊跟我对立，我袂甲伊对立，对袂起来啊。必须着两个人都有边界，才对会起来啦。一方面，伊迄个出去咯，落空，但也啊。 本来都是以修行做基础，的。菩说话，尊师是大圣公修行十二年，十二年帮助修行人看破事实真相，身体真相，会家心放下，累下关心，真系讲唔是我，我咩当放下。 在色名识水，或者都是放下色声香味触法，六点是六根对的境界，来放下根，我放下点，好啊，解 你自在咯，啊！这地讲的五种的不精，然后这地，侬可能对这个大论的里面印出来了，经济来经血，就是讲一个人，毫无无心咯，不精无血。 这是你的经济，我亲戚啊！住处在珠江面，在老母的肚内，身这是身体，外相究竟？ 这五种都嘛无清气，你看，经济都是精血啦，支出都是啊包胎，同体即算身，我上是只形象，究竟都是毕竟，不是为啊，就是清净诶。是议论为七种不净，经济、修行、支出，你说诶，适当。 造心、固体、究竟，七种色界啊不净啊，固守心以及他心是无可乐之处啊，顺苦也无乐，离应远离啊。为什么阿罗汉会个这个心见放下呢？那、啊、咱都知影咯。 哎呀，伊真正是对于即个新不精、不诶，开始，一直到看着人诶。老死，老死是究竟不精，人老了，家己无办法同你生活，都要人照顾。 人是毋是愿意照顾呢？什么人子女？古早时阵提倡孝道，知影讲有报恩？现在无咯。现在啊，真正做中国啊外国，儿女无咧照顾父母诶。啊，美国在六岁著算成年。 离家出走，不会回来咯。爸母嘛未去找伊啊，伊会当独立咯。啊，中国人毋知影。中国华侨移民去边，十六岁囡仔走出去咯，无回来就报警，警察问伊讲偌大咯，十六岁咯。 十六岁你去管你啊？你讲话理所当然诶。啊！每年过年过节，会寄一张贺卡，父母看了真正安慰咯。诶，后生无甲，我袂记得啊。伊无当来看你，你嘛袂去在伊啊。 啊，今诶社会啊，真正都是啊，苦不堪言啊。那有乐啊？啊，真正乐是念佛乐啊。各互相应都有乐，明中看着佛，忙中看着佛。 有诶看到极乐世界，这是哪啊，下面这段表里相应，外表来自内心，以做决断，细读心高 言行忠信，表里相应啊！难看两泪注解，过下文以助决断，国家下定决心，断家斩断恶因。恶因是甚物呢？ 即下所闻之心过，为所的讲咯，贪嗔痴为心过，反之为三贤，不贪、不痴不亲啊，这三贤，十声入到内底都是安尼讲的啊。 恶因，咱也唔通有啊！有恶因，伊对啊起作用，最后会互咱食着迄个时阵啊，都袂咯。清清清清清啊，清清气气离开、啊 古文虽读心过，言行中心者，言为语言，行即行动，见自物，汝言而行，汝行而言，谓之中心,、啊心啊。中啊，即字呢？啊，汝甲看伊诶，即个意思。心啊，伫诶中啊。 不偏不狭，这叫做中啊。中也、啊、是真心，偏狭就是妄心。那、啊、些我都要用中心，用真心。待人家不的还用中心，用中心的人快乐，用偏狭的人痛苦。 啊，所以咱是希望一生，让过较幸福、快乐。讲德护主甲咱讲，如果顶面第一句话，让你时心自不悦悦好，依个就是快乐啊。咱若想讲要家己一生得到幸福啊，快乐。 你都爱学空乐辅助把所有的拢甲变做生活啊，甲好地中心变做生活，你二连体变做生活，你若和平变做生活，你会讲未快乐呢？非常快乐啊！ 下等教我伦我想四以八德，拢中落实，拢全部做教，即人甚么款啊？君子啊，向前提升自级，大贤大圣啊，做会教诶啊，毋是讲做未教啊。 下面讲巩固正雅大师的意思表之言，立之心，即、这个表唔拿公式之言，马之动作，其所发言,言表心理，无不为心，故名相应。 这个说来对三句话讲啊，真好。言是心里面嘞，这个啊表现，你啊心内想什么，念什么，表现的言语，我背心，我个心是相应的，是啊，一点，是啊，真实嘞。 这叫相应，盖伊心口如一为表里相应。嗯、这主讲几句，这个这意思在推广，表加表现，人物画家该是表啊，所以形。 啊，是表，你家内心内话一如，甲表演外面的画面完全共款，这叫相应，这叫底心，底心嘛、啊、都、就是啊都定、就是啊,就是、啊,啊，后面呢这段呢是。 专想尽责，咱家己得到落一定都爱帮助别人。为什么？别人甲家己原来就是一体啊。 啊，帮助别人，毋是帮助别行帮助家己啊。林大师咁是讲得真好咧，我记住生人生万法，万法是、啊、包括别人啊，包括一切众生啊，一切众生有苦难，拢买帮助伊啊。 我看到我拄着咯啊，我未甲下气，当年都爱帮助啊。我干嘛听你讲？何不到莫言吉林？莫言的人，你都免去插鼻啊？为什么？伊唔相信啊？ 啊！甚至讲，你想要帮助伊，人点头问讲，你是存什么心？伊啊怀疑你啊！你帮助我，你一定有什么企图，一定目的。哎，那无你无缘无故，你是安怎要帮助我？佛菩萨帮助人，这个人记去心中，拢是有缘呢。 伊听话，伊会来接受，伊袂怀疑，伊袂自业。啊，若无言论去揣伊对怀疑变做伊啊，因我而自造自做恶业，诶，是帮倒忙啊！啊，即个日常生活当中，拢着爱注意啊。 人人自多，专相真济啊，所以必须得爱诸多，诸多才会当去帮助人，做盖来对，团中林林祖，人人诸多都自心呀、啊，心上文啊，地靠人民。 水土心固，表里相应。这一句，拢嘛是咧，讲主理诶。哈，专向真侪是啊，利他行。细节即阵开始啊，至第二点，真是真久啊。 点转救度他心，十界众生无量世万多，双世万来对。做到了后，看到会接受的都爱甲帮忙，未当接受的，慢慢用信用方便了，引导伊啊。 介也叫做善言善语啊，欢喜去甲小舅问，拢嘛是结言。早年我到立美国旧金山，我到立真卡，厝边拢嘛是外国人。 大刚见面，我了干小舅门，欢欢喜喜啊,啊！经过两三个月，你来找我，伊啊问我是从事什么款行业，做多几行呢？我讲你是安怎问这问题呢？伊讲为什么你这么快乐？ 伊问到这个啊，为什么你遮快乐？说我讲阮是幸福的呀。伊讲啊，福是啥物呢？我讲福就是快乐啊，有了、啊啊啊、世界就是快乐啊。福也是快乐，福是清净，福也是利益众生的呀、啊。你听了真欢喜啊！我讲恁欢喜。 我甲你开课啊！啊，迄、那个时阵，我每礼拜日讲一拜经，伫旧金山，我拜六都加些外国人，恁拜六暗时来，我加恁啊快，快乐清净。伊讲，即、這个啊，我学诶甲恁这基督教就袂冲突。 啊！恁礼拜日去教堂，啊，拜六来学堂，我家系伊真长诶一段时间。即、這个演戏安怎去结的啊，著、就是讲欢喜、诶，笑面啊、迎人啦。阮你伫什么所在看着厝边天天见面打一招呼，时间若、啊、是久咯，啊，伊著会讲咱毋是歹人。 未便宜啊！所以咧，点转救度他心啦、啊，一定要知影讲助他是因，毋是利啊！咱这列中无即款代志，哪讲他我啊？咱两个互不相干啊？伊袂来找我，我有时安怎去找伊呢？ 啊，所以这念头都无咯。啊，这个学佛的人一定爱知影，变化改气公改到是一体啊。那恭喜人啊，啊，林大师讲的呀、啊，人生漫画了、啊。 漫法都全部拢包了，连时间、空间拢伫伫内底，拢是家己念头啊，是变现的。所以这话，从心上思，上有心思，上都是漫法啦。漫法个家己真正都是一体，想。 该一切诸佛一体、啊，哈！甲三河大地、树木花草是一体。你的心灵偌开阔，偌自在，偌欢喜啊。啊，即、這个看着不仙呢，都爱甲想办法，互伊变成仙呢？ 人都是安尼，花草、树、木嘛是安尼，山河大地嘛是安尼。个好拢有灵气啊！山有山神，水有水神，灵王啊！啊，树啊、花草拢有心灵啊！您对对未来，您。 蝴蝶即个树啊，顶伊甲树啊当做引导，伊住伫树啊内底。啊，阮伫澳洲，做久咯，卖当英咯，我甲伊买起来，甲伊拆掉。来运输的时阵，门口种几丛啊树。 冻掉的啊，未当出去啊。比如甲树错掉，爱做两张桥啊，这物件才会当运出去。啊暗时到即个桥身来托忙，要求讲较万两工啊，四工。因啊，通好搬厝啊，是啊，无错。 何经生甲咱讲呢？对着这款情形，应该甲求神来祈祷，也我是不得已，无办法，无出袂用了。你挡在门口的路三天前就甲通知，也唔过澳大利亚，先人，共款的是懒散，伊在五天整前噶通知。 三江伊是未赴啊，希望咱啊五江进前甲通知，真正有这款代志啊！那秋生甲阮带到阵啦，逐天参加阮即个早暗课，连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，阮即个门口啊。 斗两张，伊袂笑咯。即、这个求神，甲阮即个小法师通忙感恩啊！伊过几工啊？阿弥陀佛，特别接引去往生。我听到了真感叹啊！我讲无错，咱人无得多。 修行大圣得多，嘛是好代志啊！这个就是上世缘，众生无边，世缘多啊！这缘兑现了，今哪里时间到难道学习到这点？